各位小军台湾 Plus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成。最近大家走在台湾的街头上，无论是大街小巷，你都感觉到比过年还要开心，因为我们台湾代表队在这一次东京巨蛋拿下了暌违已久的金牌。可是对他来讲，野球本来就是咱向这个世界证明，n 咱不输任何人上重要的一步棋。台湾是一个很平和的民族。 我们要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存在，是透过运动，透过棒球，而且百年来都是如此。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吗？一八九四年以后才有 y a k u o 这个名词，它日本人翻译了 “baseball” 之后所出现的，而也刚好在一八九四年，台湾被收入了日本帝国的版图当中。那最早在台湾社会啊，只能够打得起棒球的人，那必须得是日本人。 甚至很多的银行行员，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有一定程度的地位的。因为比起其他的运动，棒球不但对场地有比较高的要求，而且还需要有更多人能够一起来参与，所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它是一个门槛有点高的运动。而且早期日本人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比较推广的可能是空手道、剑道这些自带防御系统的运动方式。 因为当时的台湾治安并不好，让台湾人多一点这种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他们在治安管理上也有帮助。那一直到了后来，台北总督府他获得了一项命令，啊、呃，要开始来推广棒球这项运动，所以我们今天的建国中学以及今天的台北教育大学才开始自主自己的球队。那在这场历史性的第一次棒球比赛当中。 两支球队打成了五比五平手，那这股风潮就慢慢席卷了当时台北的其他校园，所以陈渊中学以及今天的台北商业学校、台北科技大学也都开始有了自己的棒球队。那一九一七年开始民族自觉风气要吹上台湾的时候，来自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棒球队，哎、欸，也来展示了八场的表演赛。 跟我们台湾在地的棒球队进行交流。那这八场比赛当中，我们台湾在地的队伍虽然是在主场作战，却被人家打出了好像是别人主场的气势来。八场比赛当中输了其中的七场，但这也让当时的台北人开始感受到，只要制度是公平的，只要是赛制并不偏颇任何一方，我们透过扎实的训练，我们仍然有机会。 像当时的内地，像当时的日本母国人，表示我们一点都不输给你们。那这样的一个风气，以及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漫步到了我们中央山脉以东的花莲。花莲的原住民，他们组成了高沙棒球队，后来改造能高团，因为能高山是花莲的一个象征，所以这支原住民代表队呢，就透过他们扎实的训练。 强悍的球风，在后来跟西部的球队交流当中，取得了五胜四败的成绩。对于四百年开发史上长期被打压甚至被歧视的原住民来讲，这也是扬眉吐气、极为光荣的一刻。能高团后来还征战到了日本本土，而且创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以至于到一九八零年代，郭元志先生他要去日本职棒发展的时候。 日本媒体的标题是告诉大家，能高团的后代他回来了。你就由此可知，这是由原住民组合的球队，他带给日本人多大的震撼。而1931年，更让台湾人振奋的事情是，来自南台湾的加农，居然打破了锦旗不过浊水溪的传统，赢得了台湾代表权的资格。 他们要参加的是当时棒球，特别是高中组一个最高的荣誉殿堂。没错，就在日本漫画当中特别热血的甲子园。要知道啊，当年度有四千四百间学校在竞争，能够进到甲子园的门票。而最终，加农他们不但是带着南台湾人的希望，而且是用一支混合各个民族的球队，创下了无比的佳绩。 这支球队当中，王牌投手吴明杰他是客家人，还有原住民的小朋友，也有我们其他闽南人的小朋友，当然也有日本人在里面。他们最后是拿下了当届甲子园的第二名，因此闯出了天下佳农这样的美誉。而这支球队，他的后来许多的球员还到了日本职棒发展，所以也为台湾历史创下光辉的一页。 所以棒球是我们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其实一点也不输给任何人的一个存在。而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时候，诶、欸，来自美国的超强明星球员贝比鲁斯 （Jimmy Fox） 还有洋基队的传奇球星 Lou g e h r y 都到日本来进行表演赛。他们在进行的十八场比赛里头，十八场全胜。然而， 其中有一场在横滨的比赛，哎、欸，却吓得美国这群明星队们冷汗直流，因为他们面对到了一个中错的高中生。这位中错高中生叫泽村荣治。泽村荣治，在他前六局的投球当中，不但是完全封锁住美联的明星队打线，而且还 strike out the side 连续三阵的四个人，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Baby Ruth。 Jimmy Fox 还有 Lugary，那这一位中秀高中生呢？后来日本职棒甚至以他的名字泽村当成当届表现最优异的王牌投手才可以获得的头衔叫泽村赏。然而他的人生末尾跟台湾也有一点令人觉得凄凉的关联。十年之后的他，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牺牲，而他葬身之处。 就是我们的台湾海峡。美国相对于日本来说，它是一个压迫者；日本相对于台湾来说，它也是一个压迫者。但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努力，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其实也可以奋起。那在整个漫长的战后，国民政府其实并不重视棒球的教育，他们认为棒球是属于日本殖民的一环，它也是皇民化运动最早展开的一个象征。 所以刚开始在光复之后，所谓的光复，其实也是棒球的黑暗年代。但是等到了台东在深山地区红叶这间国小，有一位校长叫林朱鹏先生，他觉得长期原住民的权益是受到漠视的，这群小朋友好像也无所适从，并没有一个生活的目标与方向。那来教他们打棒球好了。结果。 他创下了一个令人赞叹的成绩。再后来，红叶少棒队对上日本关西明星队的时候，我们居然七比零玩疯了对手。而来自台中的金龙国小，也曾经在威廉波特的战场上面夺得了世界冠军。这在当时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台湾，在外交环境当中风雨飘摇的时候，无疑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剂强心针，让台湾狼。 就拼，输赢红打压，但是他们不放弃。也就凭借着这股精神，棒球似乎陪伴着我们的民族，陪伴着我们的国家，继续往前成长。直到九零年代，我们终于要让棒球职业化了。然而，往往事情发展到好的方向的时候，就会产生转折以及冲击。许多的黑道。 发现了棒球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运动，所以赌博的风气也吹向了原本神圣的运动殿堂。所以，随着九零年代的末期，一场又一场的假球案，当检察官与警察、黑道以及枪支走进了原本单纯的球场，使得许多原本狂热的棒球迷，他们忽然之间感觉到很沮丧。他们相信的球星，居然一个一个锒铛。 入狱或者接受调查，因此台湾的棒球，特别是职棒，也陷入了黑暗期。但优秀的球员、奋战的精神仍然继续感动了我们。两千零一年的时候，我们在预赛八场八场比赛当中赢了其中七场，特别是对上日本队的时候，我们展现出非常坚韧的勇气，所以最终的成绩也是让人骄傲。 还有更早的九二年，在巴塞隆那奥运，那一次是奥运会中第一次把棒球纳入项目，我们也是一路过关斩将，直到了冠军战才输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古巴，所以一路遇到了挫折，但我们没有放弃。到了零七年、零八年，黑象事件、黑熊事件再次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看到。 海外的王建明在 Yankee Stadium 的最后一年投出了令人赞叹的成绩，零六零七连两年拿下十九胜，完全毫无质疑的就是当时 MLB 最强的投手，洋基队的王牌。他的招牌声卡球，隔着整个太平洋，还是震撼了我们台湾所有的观众。我们再次找回了为一个棒球员不睡觉、熬夜要看 live 直播这样的一个热情。 同时，在中华职棒当中，风炮回归，陈金峰的精彩表现，包括零七年在比赛当中棒打打比修勇，至今仍然让人记忆犹新。零八年的八强三，罗国辉在对上加拿大以及一系列的赛事当中精彩的表现，也让我们获得再次进入奥运的门票。我们可以感感受得到，台湾棒球虽然发展非常的运途多舛。 但优秀的球员一代接着一代，一棒接着一棒，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到二零一三年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进到东京巨蛋。王建民在六点二局的投球里面，也完全封锁日本的打线。我们只差赢日本，只剩下一个球。但是为了要等到这次的胜利，我们等了足足的十年，一直到二零二四年，我们看到了台湾的英雄们。 能够在东京巨蛋赢得冠军，在陈杰县陈诚威、林立、潘杰凯这些优秀的大打者以及投手，他们联手之下共创光荣。但也不要忘了彭振敏、高志刚、王建民，他们曾经做过这些努力。我觉得看到这里，你会感觉到，台湾的棒球史也好像是我们台湾历史的一个缩影。 面对到各种打压以及各种挫折，可始终有人是不放弃希望，而且继续积极的带我们走往前方。以上就是这一集我们的小军台湾 Plus 分享台湾的棒球史的发展。喜欢我们频道的话，不要忘了订阅，也给我们更多的支持与鼓励。